台湾大赛第七站，各位第七站了，好不容易达到了第七站这样子，现在双方都是听牌的状态，所以今天一定会分出胜负了。好啦，不管怎样，两队都一起加油，乐天加油！我们到了天母棒球场了，人好多，这个应该是我近期来这边最多次的一次。我总共来了五次。我跟你讲，昨天威权龙的球迷他们是用许展的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展龙。不要！以权慧慧也来了。刚刚以权说他已经换好祝福了。哎，你们赶快换啊！来，哈哈哈哈哈！你知道他今天封锁龙的打线？可以。他今天一早就传给大家说，赶快换，而且还是猛男版。他说如果有球迷啊打扮成就是这样子的话，他会超级用力应援。对，慧慧也换了，哎呦都换了，等一下换我换，好好笑哦。以轩今天洗头了吗？没洗。洗澡了吧？有洗澡，没洗头。我为了今天，我特别把头啊全身都给它洗干净，我就是为了哎、把那个晦气，对。到底多迷信啊我们。但因为我昨天有梦到洪七公，他有传授我那个抗龙有悔最后一招。他因为他是丐帮帮主，丐帮是没有在洗澡了，没洗头了，所以我就是啊不能洗澡。所以你是他的第892页弟子。得到他的真传，我们今天来继续把那个法力
到的是，我刚刚只是把我的手伸出去要拿东西，我就是哎、欸，给我一个什么，然后他们就叫我。东西我就被一起加油了，没有没有，说谁不大家加油？可以。呀，海里家庭都来了，南方那边加油了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刚刚挑战没成功，现在是1-1，而且是三坏球。老伯哥加油！加油！因为魏全龙他们的选手是蛮累的，那刚刚道伯格那边保送了一颗，送了他们一分，现在是2-1。但是不要紧，我们已经两出局了，而且现在才一下，各位，闪龙！我们的球迷依旧是满到要慢出来才能，不可能吧？我们又不小心送了一分，他们现在的比数是3-1。我觉得这个压力真的太大了，保送了两次，所以他们又现在3-1了，加油加油！他现在也准备换头。
指挥交通的人。现在开始咯，展龙，展龙快来吧，展龙，展龙，诚心的邀请展龙来，哈哈，发布球票的钱，可以，可以。不相信，我也不相信。到最后是不能放弃的，各位。现在六三刚结束，然后比数依旧是5-3，没有进展，但是七上还有，八上还有，还有机会的，还有。等一下，先把喊回来，没错，加油。各位，好，来袭，各位，大荧幕啊，就来那一下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有一瞬间的黑潮来袭，表示他们荧幕坏掉。哎，事情要神秘力量来了，是，你看，就在这么巧，他们就是黑屏哎，全部黑潮来袭，对啊，被我们渗透在里面，是吧？他会掉下去，好危险。不会，不会，还是你要去站站看。他看来脚快断了。蓝静雯在施展她的刀工，上下左右全部一起剪。可以。剪剪。很会缠斗。对啊，很会缠斗呢。还没结束，现在的比数来到了6-3。
明年一定跑回来，好吗？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明年继续加油。能走到现在，说真的也不容易。没有，我要鼻涕，把他鼻涕流到这里。能走到这里，我觉得两队都非常不容易，因为真的是七战打好打满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哇，当然我们自己也很难过，没有能拿下三连。但是明年我们给他考回来，没错。嗯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虽然令人感伤，但是我们也恭喜魏全龙今年拿下总冠军，恭喜恭 喜， 恭喜你们！没关系，是我们还是一样的举。明年要总冠军，我们不死心。是的，我们会努力到最后。是的，今天呢就到这边，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啦！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